这个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中后半部几页里面专门的阐述了幻身。幻身。幻身要练到五岁童身，你们家都有过五岁的小孩子啊，五岁的孩子的童身不坏啊，五灵童的童身不坏，这叫圣婴身啊。在这个身体在慢慢的成长，成就法界罗汉身、声闻缘觉身，那么菩萨身、佛身啊，佛身是这个是在我们密宗道次第广论中后半部只讲了几页关于幻身。那么但是宗喀巴大师在这个细节里面特别强调说，前面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你修菩萨道的菩提道就是属于理通这个部分，后面是密宗道次第广论叫事通。理通就是你懂了那个道理，成佛的道理，成菩萨的道理。事通是你真能做出来，你懂得泡咖啡，那你给了你水，给了你咖啡，你泡不出来，这个只通理做不成事儿。你先要懂得怎么泡咖啡，然后在能够给你材料的前提下你又泡成了咖啡，这个叫事通，就事上你能做到了。所以我们知道有阿罗汉有菩萨，阿罗汉是怎么成的，菩萨是怎么成的，这叫理上通。甚至大部分佛教徒连理都不通，那你不通理，你事上怎么做出来，怎么成阿罗汉，怎么成菩萨。说我们今天看到大家接触的佛教乌烟瘴气，到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众，大家都被误导了太多。什么是佛教？阿弥陀佛就是佛教，想起来念念阿弥陀佛，这就是佛教。哎，要成佛，要成菩萨，这是佛教。怎么成菩萨，怎么成佛，不懂啊，我们叫不懂，人家叫扑通掉水里去了，你堕落了，你表面上你佛教徒，你扑通掉下去了，掉到六道轮回里去了，又落水了，又落六道流里去了。说你不能不懂，你只有懂了才能不扑通，否则你就扑通掉下去了。说是一定要搞懂，搞懂就要求名师，日月的名师。这是你们修佛法的第一个障碍要突破。这个日月名师不是名气大的老师，是能够教给你理上怎么快速的通。不要说跟这个师父听了十年二十年经还没搞懂佛教，你冤枉了，你走错路了。为什么？这不是你的老师，因为他讲着你不懂，但是你为什么还跟他？因为名气大。名气大是不是？哎呀，这是有名的老师，但是这个没用。为什么？跟你不应激，不能说人家这个人不是名师，这个人不够厉害，是你跟他不相应，因为你听了十年二十年你还没搞懂。你跟着这样的老师学什么？你要找一个能够快速的懂的，哎，老师一说明白了，好，明白了是不是就完事了？你明白了怎么泡咖啡是不是就完事了？不是，你要去学着做咖啡，越做越香，越做越好喝，越做越精道，比别人更厉害，这非得靠技术方法。所以大家一定要实证，真正的实证。这一层叫幻身修法，幻身修法。